今天帮粉丝找个拉布拉多一起看看吧。这边一窝颜色发黄，身体瘦，全身没有二两肉。拉布拉多咋卖的？拉布拉多八百。这个价格应该是老板生怕他能卖出去吧？这里价，盒子里价。幺幺让人100块钱，100块钱，我也不要了，要两百了。700拿不了，400拿不了。400拿不了，没用了。我的疫苗给狗了，你的功夫花在自己身上了吧？狗子挺瘦，你得200多斤。咱不磨叽，你要要就600块钱，能要就要，不能要了别用了。这个价格你还是再多花点功夫吧。这一窝奶白色的拉布拉多，奶内正，体型好，长得可爱，身体好，选它保准错不了。拉布拉多咋卖的？拉布拉多400呢。要那么贵吗？100多的，奶白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价我也拿不了，你给我说个实在价行吗？果然，女人的思维不可揣测。10块钱。那咋办呀？这根本没员工。我不少，给你500块钱。你我家九张，能让你们拿多少？拿不了。九张你不能拿，你是专业的呀。600我要。不卖。7百不卖。你这样吧，咱别磨叽了，我给你一口价，能成交的价。行。7百块钱。还能涨吗？涨不了了，一分也涨不了。一分涨不了了。能行我就得走。你喝了给大家咱碗冷面喝行吗？那行吗？这个行。请你吃个吃完饭。